生活在神面前没什么问题，你从那现在是一个全能全能神的宝血的救赎，接不接受的救赎一生的出山，让他引导你，保守你，祝福你，你要侍奉他，顺服他，荣耀他，知道他的经营。第三，受洗经历的受洗身体，同时从柔光小小的一个名字，每面跟旧神一起追求信仰，建造生命，光传福音，同时顺服教会的权柄，保守教会合一。我愿意。余生皆有奉神的圣神，圣灵名为的事情，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名。阿门。余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为你祷告，耶稣已经预备你真丰富的东西。你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一个女的小女孩，而且你很有灵性，你会常常问自己：生命能不能更舒服一点？生命能不能更精彩一点？生命能不能更有意义一点？你年纪不够的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你有，不是你有。因为你看尽了周遭人的生活，那种物质的定位的生活，其实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带给你满足。你的灵性会触发你，在西方西方里面有很多的建造。你现在当教师吗？神如果许可要当师母，我还不想去，所以要小心你的感情生活。不要随便嫁人。嗯，你自己本身会成为一个，或许是你在你身体里面的特别路上，你是要小心，所以你的家人可能不一定同意，不是要小心是留意神在你身上是有一个长时间成为他不认可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护照。当这个护照到的时候，勇敢迎上去，你的生命不能解脱，许多人会因为你而认识生命，一生过不了半辈子。感谢主，把这些美放在你的当中，不要吝啬你的影响力，会卷起许多的同学跟你同年纪的基督教徒，那是暴风型的一个影响力，不要客气。在他身上说的生命与你同工，为确诊帮助帮助你，除了平安不为平安，注意自己的身体作息，一切都要为了神的缘故，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注意听你朋友打发学习主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小在我在神能处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相信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宝血救赎；第二，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主宰，顺服他，追求他，侍奉他，也让他带领你、祝福你、保守你，直到他来接你的日子。你受洗经历是个真体，同时成为荣光下垂的分子，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信仰，建造生命，服侍教会，保守教会的合一，顺服教会的权柄。小镇姐妹，我上奉圣父、圣子、圣灵。事情是你会在耶稣那照顾万民的名。主，我感谢你在这段时间在耗着的日子上做了很多改变的工作，这里帮助他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有意义的生命，什么叫做快乐的生活。主，你给他灵性，他追求的不再是外表，不再是物质，不再是玩的，其实人对他有误解的，因为他外表长得非常的非常的靓丽，他有时候有个愤懑不平，他常常要对人说就呼喊说：“看看我的内在，我的内在其实也是丰富的。”他号称：“我正在主人面前来定义一群认真灵修。”认真灵修，每天跟谁有跟神的对话，有跟神的对话，你发现他很多的观念会改变，
天发现神给你不是外表的，是会给你个内在的产业，外表一定会改变的，但神的产业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你要开始练习跟神朋友做一对一，你要开始练习发挥你的影响力，在你的同学之中，再帮助他们跟耶稣相遇，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挑战你的男朋友，挑战他，神会告诉你怎么挑战他。浩正，我还有感动，你要改变你的专注度，这是圣灵给我一个提醒。你太多的东西容易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改善你的专注度，专做专注意有价值的神要你注意的东西。谢谢主，这里听我的祷告，奉感恩的圣灵的带领。阿门。你的跑过来一点好吗？严中是吧？严全中，因为在我在神人前面三个问题：第一，承认不承认这些的罪人需要受基督宝血的救赎；第二，承认耶稣基督从一生的主宰，顺服他，追求他，荣耀他，会让他带领你，告诉你，祝福你，知道他的见你的日子。第三，你受洗进入耶稣基督身体，同时中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愿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信仰，建造生命，把奉传福音，保守教会的合一，顺服教会的权柄。我劝你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的事情，是你归在耶稣基督那一个无比荣耀的名。在信里面，我看到你那个锄头不断的在锄地，你好像一个持续力，就是要成就一件事的那个持续力。但是有时候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那个成果好像不如预期，你就很失望，你就对自己起了怀疑。我的神今天要释放你，你要更多的寻求神，把你的专注，把你的精神，把你的才干用在神要你用的地方。所以你要改善你跟神的关系，多多听他的话，常常在他面前敬拜。你会发现神会把更多的潜力更可能放在你的身上，不要用自己的限制来定义自己，要有信心让神来定义你的一生。同意吗？阿门。阿门。我要求神帮助你看得清你自己，你是神所钟爱的儿子，不要常常要借着别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你会喜欢。是你求你替我们祷告，祝福我亲爱的弟兄，让他成长得更快更健康。我感谢这个圣灵，阿门。来，再过来一下。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衣服。我说询问的神人，所以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承认不认这个罪人需要一次被保守的救赎；第二，愿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救赎。从你一生的主宰，顺服他，追求他，荣耀他，也让他来保守你，带领你，祝福你，知道他的经历日子。第三，你受洗进入耶稣基督身体，成为教会分子，我们跟弟兄一起见到神明，追求信仰，而且顺服教会的权柄，保守教会合一，广传福音，服侍教会。我受洗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的事情，是你归在耶稣基督那一个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极其荣耀的名。阿门。或许你是个多结果子的树，我做这个祷告跟别人讲很沉重，你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
你有特别的气质，你不讲话，你都会散发出一个特别的吸引力，带到周遭人的心上。所以我求主帮助你，在飞扬里面你要怎么影响？在飞扬里面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对你来讲，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你可能会有点紧张，可是这是他的心意。神会给你智慧讲单纯的话，甚至超过你年龄所能讲的话。不要为功课，不要为你爸爸，或者是这样，特别是你爸爸有时候有点唠叨，这个东西你需要在神面前过滤，听神的话。但是不是叫你不要听你父母亲的话，而是你要更多的听神的话，勇敢的接受神的命定。我相信你会把你的未来都奉献给神，因为那神对你一个特别的补偿。谢谢主。你爸妈或许对你有很多计划，但是要记得最终决定计划的是上帝。我求着你彰显下荣耀在我见面身上，听我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